够水啊！你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东西吗？咱遐尼侪人伫家里来跟我出价，这只也足水。这只旧年下啦，公立好位啦，多谢啦，多谢。为着要报答你啊，哈，我来倒沙缸，你也我倒沙缸啊。为着要报答你啊，今年咱公单位超三分之听有尔。美超为创办人梁建厚演讲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站台，两人对话中文、英文夹杂，台语讲得好冷登。公棍笑的啦。黄仁勋的公棍笑一出口，梁建厚马上大笑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输入了棍笑，答案是。棍笑，棍笑就是戏谑开玩笑，以言语动作来捉弄人。街头测试，大家这样回答：有一挂的人会安尼讲啊，话人嘛不一定会安尼，但讲棍生笑啊，咪当讲生笑啊。听有啦，伊讲棍生笑，有听老一辈讲过，不过即卖足少人咧讲这个讲棍笑。棍生笑，啊种这就是习惯用语啊，嘿，习惯用语，大家拢惯是安尼滴讲啊，啊，大家安尼表达，大家知影安尼，系哦。黄仁勋的公棍笑，还有一般民众常讲的棍生笑、生笑、公生笑、公笑，通通都是开玩笑，同个意思多种讲法。来自台南的黄仁勋常把台语挂在嘴边，也让人注意到台南腔。笑歌，为什么要你讲？其实你也是北部话，知影话叫唱歌，啊南部叫笑歌。不管是唱歌、笑歌，尾音有个内，还是滚笑，在地人一听就有熟悉的感觉。黄仁勋台语拉近了和台湾民众的距离，也让人发现更多台南文化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朱雨荣，台南报道。